这把还要被多恩盲僧学 Q， Q 早了有点感觉。就这样耗时间对，对熏来说是赚的。就这样耗着时间的话，对熏来说是赚的。为什么又打到下面来了？你打到下面来，你不就把主动权给别人了吗？这位过来帮打，怎么说平场？这边是被阿 K 拿下来，盲僧这边有 Q， 应该要掉闪了，哦，死了。但是这边熏的话，怎么说能活吗？这边要跟闪杀，这边跟闪是杀掉了，哦，这边还有一发 Q， 风铁这边也没了。你这下来不是把下路就给带崩了吗？这边利用上路的鳄鱼的优势上来杀一个回廊皮，但没用啊，龙没了呀。下路本身就没，这下路还玩啥？这下路没得玩啊！我早就跟你们说下路没得玩了。这一切的一切还要从阿 K 从上路刷下来的那个时候说起。这边直接过来抓奈特，奈特这位置是必死，不喜欢玩。这个奈特一个大直接拉空，这边又死了。这边怎么说能 Q 上去啊？没有那么有钱啊！这边兵来上了 ，Fortek 没了。这边有疾跑的兵，开疾跑死了，活不了。这不如直接死了，还动啥呀？人头应该是要给，哎，人头被兵拿了。奈德说我不要，我状态不好。操，这傲哎，兄弟们，他这拉克斯也忒猛了。他妈快去西天请我入了！妈一边打一边问狗叫什么？快去请入了。这如铁还在绕，但被逮到了，这死了呀，被单杀了。这迷路了，也不能说迷路了，想找机会。女警没闪着，我想找女警的机会，没用啊。这边卓也迷路了，一枪直接 A 死，打龙了应该呀。这边直接 A 大龙，纯慢性死亡。贝尔维斯这个阵容就长这样。这个话等奎昂迪踢过来，奎昂迪应该直接踢蓝 buff 会好一点。踢人呢？踢哪儿了？啊，踢线了，跟着卢锡安一起，不跟着这个
妮可一起过来 ，Rookie 这边怎么说想抢吗？没有机会抢啊这边。一狙，阿 K 直接拿 E 挡一下伤害，但这边的话又被奎当汀粘住了，妮可又死了。这把冰清一清吧，冰好甚至都清不掉，这面直接死掉。嗯，对于 AIP 来说很难杀一个人，你们听得懂什么意思吗？懂什么叫很难杀一个人的意思吗？如果你要说打得很就都做得挺好的话，那这阵容没问题，这阵容是能赢的，一定是能赢的阵容。这发现一个大卷两只熏直接闪回来，这么鳄鱼也没了。我跟你们说了兄弟，一个都打不死，只要不送，只要他不想送，一个人都杀不死。他们想刷的话可以刷到30-5。让我们恭喜 BLG 2-0拿下赛点。